我是公共列车长，来拜十年。九月，看一下，九月七号，松山站，10:51，说白的是1226次哦。树林发车将西部干线开往基隆的盈利收费桥12面左右 ，NU902绝缘舟，拜拜，开往基隆的绝缘舟，在松山站驶离。我下面跟马掌门多多点到一刚好面就到了，拜拜，我的旧版型902绝缘舟终于顺利的走。双人，双人的，是游戏哥哥的节目，就那样子见。